一个措施就是说，一个学生发一张卡，然后盖满章以后，兑一张券，然后免费来吃一顿饭。嗯，食堂、餐厨垃圾、清运费一个月就要40000多，一年下来要50万。每天倒掉的这个剩饭呀、剩菜啊，要装16桶，都是这个300升的大桶。这个举措实施以来啊，效果很显著。实施前后我们对比了一下，就这个餐厨垃圾量啊，和这个没有实施这个举措前呀、啊，就下降了30%。后续啊，我们还将坚持做下去。我觉得光盘行动实施以来的话，就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我也能够比较有意识的把自己盘自己的饭都吃光。我觉得效果还是有的，就很明显就能感觉到，从食堂往外拉的一车一车的浪费的食物，明显是比以前要少了。